我是张天德 Sky， 是国士堡足球队的前锋。足球是我的生命，亦都是我的梦想。踢足球不是要单单是人哋赏识自己，而是回归翻你有几喜欢这个运动，几喜欢足球。当我面对甲组足球员，我话俾自己听，我一定要赢佢。如果我能够赢佢嘅时候，我嘅能力就系有甲组嘅水平。我就一路咁样去同自己去讲，同埋 train up 自己去训练，每一场比赛都去奋斗。到有机会嘅时候，我就把握机会。在运动的生涯，除了神，另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我太太了。由她不懂看波，到她懂得去观赏一场球赛，什么叫撞墙，什么叫做越位，回想回其实都很甜蜜啦，这些回忆。因为我和太太都有共同的信仰，去唱诗歌，听神的话语，对于我们两个来讲都很重要，是成为我们心灵或者生命的一个动力。我自己有个心愿啦，就是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感染去你啦，让他们一步一步咁样去睇到咩系专业足球员，咩系对足球认真嘅球员。每一场比赛我都有一个咁嘅祷告，我话上帝啊，如果你继续俾我喺足球上边去荣耀你，去为你作战嘅时候，你保护我啊，唔好受一啲好大嘅伤，同埋加我力量。我觉得信仰对于我喺踢足球上面系好重要咯，都俾翻我一个原动力。我会继续咧积极去操练自己。锻炼自己身体，如果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会继续上甲组比赛。